那这样吧，既然是修得了无痕迹，那肯定要经过大家眼睛的检测。你们谁认为自己是没瞎的啊，是火眼金睛的，可以上来挑战一下。每一样东西给你10秒钟时间，你找出它是修了哪儿。来，曹岩，来。喜欢吃芒果吧？对。啊，我儿子喜欢。不能摸啊，摸就摸出来了，对不对？你就是看啊。不能摸呀。对对对，就是用我这双巧手。他早追不上来了。展示，知道吧？啊。这里。哪里？这。确定吗？确定。是不是确定吗？我可以把它挖开吗？挖开要吃的。要挖开要吃的，你要是错了你就把它吃掉，包括那修的地方。对。你确定是这个地方吗？确定。确定。确定。可以挖吧？可以可以可以。破坏吧？可以可以可以。来，是这个吧？你自己挖，自己挖。不是那儿，肯定不是那儿。边上有勺子吗？是不是有刀子？明显不是。好，吃掉。是不是？哎呀，有人要吃502浇水了啊！哎，我们得为师傅点赞，这么近距离看都看不出来啊！接下来师傅来解密，自己都找不出来，自己找的，鬼斧神工啊！他也得摸，但其实从手感上能分辨出来。完全看不出来，你就摸的话也慢，先吃吧。我关心，哎，别，就再吃一口再走，自己包了，来来来，拿。好吃吗？哎，有没有方便面味儿？有点502胶水味儿。拿下去，拿下去。还有谁来呀？你是吧？来。让他猜马桶，猜不出来就把马桶吃了，可以啊。你确定你眼睛没问题吧？你确定要吃马桶吗？我看你好像没有问题。看我没有问题啊，我看你眼睛有问题。来，我们来试一下马桶。不是在这里实验吗？哎，你找啊，你先找啊。这个我给你多10秒，20秒。就失败的话怎么办？失败了你就把头钻到这个马桶里面试一下。反正里面也没味儿，我们两个一起 PK。你跟我 PK 什么？看谁先找到，然后我们用 PK 嘛。如果你找到了，我就钻。玩这么大，做好准备，30秒吧。啊，30秒，能摸吧？不能摸，不能摸，不能摸。开始。我觉得是这儿，哪里哪里？到底是哪里？这儿，哪里？这儿，是这儿是吧？对，我是这个点吗？我觉得是。你觉得是这个点吗？对对对。可能很近，这儿不是这儿。这我就说这个附近。你什么？对，我刚才问你说是不是这个点？我说这个差不多嘛。你刚才说是在这个地方。哎，因为他其实可以证明这个地方应该还是有一点那个。其实就是在那个角上，可以打开看看吗？可以可以。他说的是这儿。其实是这儿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对，看见没有？多弄开一点。你说的是这儿，人家是这儿，这也有，这里没有。你看，有。这是七，我这是七。我说的就是拜托，这有吗？有吗？所以我其实猜的还有一点接近那个范围的啊，但是仍然没有精准到说涂磊老师要求的那个厘米。里边方便面可以看到，它不止那么一点点，对。哎，我发现其实我们都以为方便面很脆弱，其实加了502之后特别坚固，我的铲都铲不动。他有一个诀窍，他说一定要加粉包，对不对？调料包，对，就是你看我你就知道我始终粉。不恒愿赌服输啊！来吧！来吧，这没用过的，我错了，我下次一定愿赌服输。我下次改，愿赌服输。不好，你只是进去看看里边长什么样，什么构造。我怕他给我赌一手。我有那么狠吗？
回手，头要进去。我就知道你补的一手，我就知道。谢谢你啊，我会奋斗的啊。哎，这里面您认为您修复的最好的是哪个？是那幅画吗？那幅画其实还不是特别满意，还不是特别满意。对，我要不我们找人来试一下这幅画吧？可以。徐磊，好不好？徐磊，十秒啊，十秒，计时。徐磊，哎，辨别真假画不是用舔的啊。那我找到，我找到，把它抠掉。好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那是那儿吗？对对对。哎，徐博士可以啊，徐博士。客观讲，这个东西要难修的多，是因为它有色差啊之类的。对对对，它不像纯白色啊之类的，它大概两个啤酒盖这么大。是方便面，是方便面。可以啊，徐磊。凑近那幅画去闻，因为这个选手的特点就是用502和方便面去做这个修补，而这两样东西其实通常味儿比较大，结果在整幅画上闻了一遍都没有看到，最后还是靠这种光线反射慢慢才找到了一点点的这种瑕疵。